走了吧，我俩给回去啊。那个磨吧，不过了，这两碗两碗半。不要油，不要油，好。就往这留上。用老母鸡油吗？可能更黄。混合油这是。啊，混合油。嗯。那咱干那个豆腐脑多长时间了？干几年的不少啊。我可都干40年了。你干多少年了？俺爷、俺父的都干这呢都。那你这每天能卖多少啊？卖200多碗饭，300碗饭。那是一上午还是卖一天呢？这没，我这一两碗儿。哎，9点多钟就收。9点没有了。哎，那这个时候一早都得起来干。3点钟都起了。这你看出来头发都有点儿，那你这几年高寿啊？这也都70吧，69了。哦。哎，这个毛鸡棒那时候，俺爷干的那时候，长阳县只两家，那爷一家跟这一家，恁那都太。是别的太子，哎，这个上就是太太。哦。哎，那个别的一太太是家里人。现在那牛了，那儿子不帮你干吗？俺都不想干这鸭子呀，这活又起早又鸭子，啥都这都夜里都做呀。哦。啊，你说这喝豆腐脑以前想喝点甜豆腐脑，再喝咸豆腐脑。哎，对。那这个连送来咱卖的得多少钱一碗啊？是3.8一碗。这是炸好的鸡翅肚。那这个比较和这个东西都不变味儿。那这主要是喝这个汤哎。主要喝这个汤，我看这个豆腐脑都是你城头里头可多汤汁儿。哎，就是喝这个汤。对的。这是泡馍吃。啊，那你这个喝着他这豆腐脑这个味儿咋样？喝着。嗯，好好啊。嗯，到时候回头喝。那你评价他这个鸡翅豆腐脑喝着味儿咋样？当然好了，不好回来让喝多了嘛，豆腐脑嘞，看人都喜欢喝这一口吧呢。嗯。年龄大都是老客户啊，那一看能说话能听出来啊。来了都不用问。都熟人了，都认识，一看说话都好。拿了吃。好，我们就搁那吧，去吧。这豆腐脑第一流。真好喝，咱豆腐脑这这种，那不能是天天来喝，一夜晚上喝个十几回的。你说这个鸡翅豆腐在咱当地来说，这是最好喝的一家。那最好，这搁常年县，对你妈豆腐脑比我他那鸡，都没他那好喝，都没他那其他豆腐脑好喝。这个属于原汁原味的豆腐，就是先顺顺口，这个就这个原汁原味喝到嘴里，甜甜的，挂点香头，豆香味很浓。嗯，就是喝到嘴里可爽口那一种。啊，这个盆它是个那个空的。空的，哎对。那这也是老年货了。那有也有40-50年啊。这管够就是5块。好嘞，谢谢。哎，那个馒头给你跑。这个鸡翅豆腐脑闻着都一股鸡翅味儿哈，可浓，真正的鸡翅豆腐脑啊，就不行吃了。你看这里可多鸡块的还鸡丁儿。这个鸡丁儿豆腐脑吃到嘴里咸香，而且虽然这个鸡丁儿这个有点肥，但是喝到嘴里不腻，就是咸香这个喝到嘴里头。这一碗那个3.5都是甜咸都加到一块是吧？啊，3.5一碗加一个馒头5毛是4块钱一碗，连汤带馍，好好吃。我说你这比较多，它这个调料料了，鸡翅了，做的都比较好。那大姐，你说你每天都来这儿喝这个豆腐脑？哎，今天老头没来，都是我们两个。每天早起都来？每天，天天都是。啊，这个豆腐脑和开封不一样的，都是这个是老母鸡汤熬出的鸡翅咸汤，喝到嘴里啊，
虽然是汤汁肥，但是不腻。这个弟子属于常远市兴顺街，喜欢喝豆腐脑的朋友啊，没事开开来尝尝。他这个是干多少年的老传统工艺，听这个老板说，新乡的呀、濮阳的呀，像河南可多经济的，就是朋友都来这儿尝他家豆腐脑，味道不错。